说这里。刚才有人上班了，找这边了，张天了，啊，我还找到张天，张天了。这个是房间呢，220，进来，他们在这里。地毯，这幅画应该是一山吧？中铁马地啊，大厅。在接客服务台，那是休息区哦，钢琴还有点钢琴，观众休息区，这是咖啡馆，那是咖啡馆，人山大饭店后阳台，高雄的。接出来哦，气流也来了。你看，单，看这样子吧。南，右手边是北，左手边是南。栋豪宅，第三风格最临机的，高雄圆山大饭店，澄清湖里面，这是有
放置，那已经是澄清湖里面的湖水，整片的高雄澄清湖。